1979年1月上旬，美国《时代周刊》在第一期中的序言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创举。”与此同时，当邓小平即将访美开始时，他的头像。 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这一回，美国人取的题目更加醒目：“邓来了。”邓小平在访美的9天里所展现的风采，大大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到达宾馆后不到5分钟，旋即换了一身衣服，准备参加一项活动。但是这项活动并没有列在当天的预告日程安排中。邓小平却特别嘱咐，这个活动很重要。很重要？什么活动这么重要？ 邓小平抵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活动，是一场家宴。这场家宴没有允许任何记者采访，参加家宴的当事人，当时也没有敢透露过多的信息，因此这顿饭在外界一直有着神秘的色彩。 这次特别的家宴其实事关一个承诺，而承诺的双方正是东西方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在北京时，邓小平曾在北海访膳，设宴款待过布热津斯基。席间，邓小平不时地为布热津斯基堆放美味佳肴。布热津斯基承诺邓小平，如果邓小平访美， 自己一定要在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的宴请。邓小平微笑接受了。8个月后，邓小平如约前往美国，并把此次家宴作为他访美的一项重要活动。当时，为了准备这顿特殊的晚宴，布热津斯基的夫人亲自下厨。 主菜是熏烤牛肉。访问之前，美国方面就了解这个小平同志的爱好，因为他们看了历史嘛，知道小平同志在欧洲啊的勤工俭学，所以呢喜欢吃小牛肉，喜欢吃夸上，就是牛角面包。 所以呢，这个呢，后来就传开了。所以呢，这个后来每一顿这个宴会啊，大小宴会，这都上那个小牛肉。Brzezinski的夫人呢，Muszka，做的一手好菜，啊，大家吃的非常高兴。 布热津斯基准备的酒是一瓶当时苏联生产的伏特加。布热津斯基敬酒时说：“这种酒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最爱喝的。”邓小平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这次非正式的家宴。 轻松而融洽，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参加晚宴的16个人
几乎都是曾参与建交谈判的关键人物。他们说，这场家宴持续时间不长，用餐完毕后，他们就回到了布莱尔国宾馆。但是，邓小平此次访美之行的惊喜远不止于此。1月29日，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的招待会上，邓小平遇见了一位美国老人。一个老太太，见到邓小平以后呢，第一话说：“你可真难找啊，容易找了你。”这位老太太是谁呢？当时现场的很多人见到都不认识。其实这位老友邓小平也没见过，但是到老太太一开口，邓小平才意识到，哦，他们彼此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37年，在埃德加斯诺探访陕北不到一年之后，他当时的夫人海伦斯诺前往延安进行了4个月的访问。在延安，海伦见到毛泽东、朱德等40多位中共领导人，却唯独没见过邓小平。那时邓小平已经与任弼时率部队开赴抗日前线，海伦于是找到了毛泽东，要求去前线采访。为此，毛泽东为他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他以帮助。带着这封信，海伦·斯诺前往山西前线，但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向前推进的速度太快，海伦一直没能见到邓小平。几十年过去了，这次他听说小平到美国来，老人很高兴，专门从他那个家乡康涅狄克州赶到华盛顿。他穿的一身这个鲜红的唐装，哦，那是非常这个耀眼的。而且呢，他把毛主席写给小平同志的一个关于海伦斯诺的介绍信呢，一个条子交给小平同志。谁也不会想到，74岁的海伦最终在美国见到了75岁的邓小平。这位未曾谋面的延安故人见到邓小平后，把当年的那封信交给了邓小平。两个老人聊了很长时间，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但是这样的惊喜还远远不够。这儿就是美国白宫的国宴大厅，是总统对外宾最隆重的礼遇。1979年1月29日晚上7点，卡特在这儿安排了国宴招待，当时宾主伉俪一起出席，获邀嘉宾是150人。饭桌上有中英文的标明，新鲜采摘的1500朵各式茶花让满室生香。1979年1月29日，在出席了一整天的仪式和会谈之后，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席在白宫宴会厅举行的欢迎宴会。卓琳换上一件隆重的中式唐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出现在了宴会上。这是在1974年8月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尼克松第一次回到白宫。
邓小平在宴会中特别和尼克松握手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您访问中国时我还在南昌郊区的一家工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您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本来是很私密的国宴，但是第二天邓小平和卡特的祝酒词、嘉宾名单、主菜甜品，甚至于连小道消息都有了细致的报道。据说在确定主菜时，卡特还颇费了一番心思，考虑过牛扒，也考虑过烤鸭，最终才选择了用海鲜来做主菜。布热津斯基回忆说，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大概是卡特本人入主白宫四年中最为讲究的一次宴会。为了给邓小平的访美行程留下深刻印象，卡特总统特意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安排了一场文娱晚会，不但美国三大电视台同时向全美电视观众直播，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将岳阳向全中国观众转播。演出颇具美国特色，当时最走红的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演唱了美国民歌 Rocky Mountain High。 他在一年之后到访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歌手。一个六人的篮球队表演了幽默的控球神技，赢得场内阵阵笑声。邓小平看得很投入，频频鼓掌，连连称好。而最后一个压轴的节目是近一百个美国儿童在练习了两周之后齐声合唱当时中国最流行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表演完毕之后啊，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的陪同下一起走上舞台。当时邓小平与卓琳走上了这个舞台，他们与演出者一一握手，但是谁也没想到此时一个意外的高潮出现。在美国人的那个脑子里面，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很严肃的，哎，没想到邓小平到了美国还能抱起美国的小孩，在美国人当中是很轰动的，一个共产党的那个领袖如此尊重他们的那个习俗，而且呢还对美国人都是很亲切的，所以这个呢是改变了他们的这个对中国一些看法。小平你看得出来他是真情的去吻那个孩子，特写的镜头一照你看得出来老人家也是非常的感动。西方的是一种很普通的一个见面礼，我们就是发自内心的。It was a great visit. We just loved both of them, Deng Xiaoping and his wife, and had a good time with them. And one thing I remember about it is that when he would go on the stage with speaking to a group of people, he would always want Amy to come up. Amy was 11 years old.And he would bring Amy up, and he was the same height as Amy. He would bring Amy on the stage and do like this. So it was a great visit. 这
一刻，全世界都被邓小平感动了。邓小平的温情举动向全世界展示了与传统印象截然不同的中国气度。一个简单的亲吻动作被传为佳话，流传甚广。2月1号上午10:30，邓小平乘坐美国总统空军一号的专机抵达佐治亚州多宾斯空军基地。亚特兰大市，它坐落于阿布拉切亚山路的台地上，它是卡特总统的老家。不过更为著名的是，这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特·金的故乡。当时的亚特兰大市长杰克逊就是黑人。在车上，他郑重建议邓小平参观马丁·路德·金的陵墓。由于之前卡特总统也曾有此提议，所以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午饭时间，邓小平准备接受主人的建议，前往马丁·路德·金陵墓献花。而邓小平当日只有这一小段空闲时间。由于这不是预先安排好的，此次活动遭到了美方的阻拦。什么要阻拦呢？当时负责国宾安全的联邦官员泰勒找到中方安保负责人林云，说他们认为这次没有预先安排的活动安全上有问题，时间很紧迫，希望中方提出取消这个行动。但是在中方的感觉是，美方主动提出取消活动，让中方感到很意外。美方是这样考虑的：邓小平访美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访问过程中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而中方随行的安保人员仅有8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坚持如约前往。当天下午3:00，他在金博士的夫人和父亲的陪同下，向马丁·路德·金的陵墓敬献用黄白菊花编成的花圈，并行鞠躬礼。仪式后，邓小平又在马丁·路德·金社区中心同金博士的家人见面。邓小平没有想到，他的这次打破计划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广大黑人的热烈拥护。他政府的领导人，这个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1979年2月2日，邓小平访美第6天，邓小平终于可以轻松一些。时近黄昏。邓小平来到距休斯敦40英里的西蒙顿小镇，那里的主人安排了户内烧烤和马术竞技表演。除了主人，还有近50名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老板列队欢迎。期间有一段插曲，就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亚蒙·哈姆，他远道赶来，却因为名单问题被拒之门外了。几经周折才进了餐厅，但是却只能坐在第5席上。谁知当报上哈姆的名字时，邓小平一边与他握手，一边笑着说：你不用介绍喽，哈姆博士，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过列宁的人，现在你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哦。哈姆立即说：邓先生，我非常愿意。哈默是美国企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0月革命后，他成为第一个与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后来他购买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成为石油大王。
被誉为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两位老人第一次见面就在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美国西部牛仔之夜。1979年2月2日晚上8:45，邓小平夫妇来到环形竞技场，现场2000多名观众对他们报以热烈掌声。美国风俗人情最典型的一场活动，就是 rodeo show。这场活动呢，是美国的，特别是在南方是最受欢迎的，人气最足的这么个风俗习惯。在浓郁地方特色的马戏表演开始前，一位骑白马的女牛仔将一顶白色牛仔帽赠给了邓小平。他很坦然自若地拿起来就戴在头上，大家都热烈的掌声啊，就是一下子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小平同志呢，坐在马车上面呢，向着观众啊，这样子举起帽子来向大家这个招手，这个致敬。哦，全场的2000人呢，高声的呼喊，有人呢呼喊"邓小平万岁"。有人呢就使劲鼓掌，有人呢吹口哨，有人呢就高唱什么歌，有人呢就使劲的用双脚擦地，总而言之的表现他们欢快的这个心情。这个时候啊，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呢的感情啊完全交融在一块儿。马车呀，绕行2圈后，才把邓小平送回到贵宾席。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掌声不断。在现场，邓小平还得到了一头14个月大的一头小牛，那头小牛啊，那是绝对的纯种，当时价值10,000美元。邓小平挥帽向热情的德州人民致谢。邓小平与众同乐的表现，使现场2000多名观众心悦诚服，称赞不已。事后，有传媒报道说，当天晚上的场面呢，就像德州在面对4年1次的总统大选一样热闹。随后，活动的高潮部分开始了。驯马驱牛的绝技表演开始了，但是在表演中却出现了一个意外。一位女骑手突然落马，倒在了泥地上，被抬到了后台。后面的节目还在继续，但是邓小平很关心落马女孩的情况，他多次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询问女孩的伤情。我们都很担心。又过了大概10-12分钟吧，广播响了，说邓小平副总理还关心那个女孩子，还问她情况怎么样了。那个广播说现在告诉邓副总理，这个女孩子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摔坏，请他放心。当时我在场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文明古国，我们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能够这么平易近人，马上就把两国的这个人民这个距离拉近了。当地媒体报道，场外卖牛仔帽的生意也突然兴隆起来，价格直线上涨，一顶高达30美元，还是供不应求。第二天，邓小平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各大新闻媒体传遍了整个世界，成为一大新闻。后来，邓小平戴过的这顶牛仔帽，随邓小平回到了中国，成为中美外交史上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席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帮助安排了邓小平1979年的美国之行。
在他撰写的《回忆邓小平》一文中这样写道：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他的身影。在休斯顿圈牛的围场上，他乘上公共马车，手里拿着牛仔帽。很显然，这是一场轻松的行程。而在随后的几天中，邓小平所走访的地方对未来的中国更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